你干啥这么晚了？我就进去喝口水。外面有水啊？哎呀，外面水哪有你水甜？那你滚！干啥呀？你瞅你给我当啥人了？那咱俩处对象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就进去喝口水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要是动你一下子，我就是狗，行不行？行，那进来。你看，哎呀，进来了。嗯，好吧。我男朋友既不喜欢玩游戏，也不喜欢玩撸啊撸。哎哎哎！我准备好了，你在哪呢？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我来了，哎，小东西能藏着？哎呀，我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很难不爱呀。开玩游戏，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叫你一声爷。叫我，你先叫我，先叫我，爷爷辈分高，你俩先叫我。啊，哎，你呢？我什么？爷爷在此。咱们能不能不要在电梯里看股票或者基金？你也在看吗？嗯，我在看新城。